消息吗？在等你的指令。这最好是好消息。你到底要不要下命令啊？整装待发。听到了，长官，看来有几辆联邦车辆在山坡上尚未被自治联盟回收。响尾蛇，我没想到他们居然已经超越原型阶段了。他们的磁轨炮的确能阻挡那些火车。我没别的意思，我会上传他们的结构图到军工厂网络。我们应该可以夺取其他的车辆，长官，随时注意四周。什么？你到底要不要下命令啊？你在想什么？真是阴险。继续说，准备好了，整装待发。我还在等，行动中。继续说，准备好了。当然了，我喜欢。尾随在后。是。有辆火车正从西北边的隧道靠近。在等你的指令。坏消息吗？是的，长官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谁要一些？什么？你在想什么？工程车准备完成。金矿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很出色的表现，长官，我们可以利用这火车上的废料堆来建造更多单位。很明显的，我们无法在这里找到太多的天然金矿场，我们要尽可能的回收火车上的一切。坏消息吗？下班。随便啦。我还在等。在等你的指令。你在想什么？待命中。哦，请说。是。好。有辆火车正从西边的隧道靠近。吉米，你瞧，自治联盟已经开始派护卫保护火车了。真是阴险。继续说，你在想什么？有什么计划？继续说，我还在等。胜利是我们的。需要打火机吗？有什么计划？要杀些什么？你在准备好？我还在等。我有麻烦了。什么？指挥官，我收到自治联盟的通讯流量增加，看起来他们打算要攻击我们的基地，我们最好做好准备。在进行了。我喜欢。我有麻烦了。行动中。基地正遭受攻击。重要工作是吧？
车正离开南边的隧道。已经耗尽了。我非常期待。我非常受。你到底要不要下命令啊？这最好是好消息。准备完成。长官，看来有几辆联邦车辆在山坡上尚未被自治联盟回收。响尾蛇，我没想到他们居然已经超越原型阶段了。他们的磁轨炮的确能阻挡那些火车。我没别的意思，我会上传他们的结构图到军工厂网络。我们应该可以夺取其他的车辆，长官，随时注意四周。你到底要不要下命令啊？继续说。有什么计划？工程车准备完成。这最好是好消息。我还在等。你在想什么？谁要一些？什么？附属建筑完成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有辆火车正从西北边的隧道靠近。知道了。需要更多的补给站。需要减伤分类吗？整装待发。发生了什么事了？高能瓦斯不足。我还在等。胜利是我们的。这最好是好消息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把上衣穿好，机器人。有什么计划？这最好是好消息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很出色的表现，长官。我们可以利用这火车上的废料堆来建造更多单位。很明显的，我们无法在这里找到太多的天然金矿场。我们要尽可能的回收火车上的一切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有辆火车正从西边的隧道靠近。吉米，你瞧，自治联盟已经开始派护卫保护火车了。我还在等。这最好是好消息。继续说。按照号码排好，兄弟们。准备好了。需要打火机吗？金矿需要更多的补给站。你是老板，你在想什么？坏消息吗？有什么计划？整装待发，按照号码排好，兄弟们。听到了。
要不要下命令啊？金矿场已经耗尽。指挥官，我收到自治联盟的通讯流量增加，看起来他们打算要攻击我们的基地，我们最好做好准备。更多的补给站。非常好，胜利。这最好是好消息。需要更多的补给站。非常好，按照号码排好，兄弟们。有辆火车正离开南边的隧道。你的决定，快救我离开这里。没问题。在等你的指令。需要更多的补给站。重金属时间。谁要一些？时间宝贵。马上，工程车准备完成。了解。冲冲冲！杀些什么？胜利是我们的，当然了。这最好是好消息。自治联盟正建造一连串的碉堡来保护轨道，小心点。你在想什么？准备烧烤。看来我们找到了联邦的响尾蛇，长官，这个应该能帮我们解决那些火车。重要工作是啊！你吓到我了！让开，要通过了。有辆火车正从西边的隧道靠近。发生了什么事了？我回嘴。我有麻烦了。知道了。谁要一些？你在想什么？这最好是好消息。
矿场已经好了。医生来了。当然了。来，把号码排好。继续说。谁要一些？啊？收到。我还在等。真？有啥信息吗？医生来了。你在想什么？我还在等。金矿场已经耗尽。长官，我侦测到一大群自治联盟的掠夺者猎杀小队正在轨道旁边巡逻。坏消息吗？我会将他们的地点标上红色警示信号，你最好试着避开他们。是的，长官。要杀些什么？让开，要通过了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伤在哪里？这最好是好消息。准备烧烤喽。有辆火车正从西边的隧道靠近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自治联盟不知如何提高了他们的火车速度，你要用响尾蛇来追上他们。乘车准备完成。我的勇气。高能瓦斯永源已经扩组升级完成。胜利是我们的。准备好了。按照号码。要杀些什么？这最好是好消息。你到底要不要下命？谁要一心？医生来了。基地正遭受攻击。有辆火车正从西北边的隧道靠近。你的决定，准备好了。谁？什么？伤在哪里？医生来了。听说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要杀些什么？什么？在等你的指令。有辆火车正从西边的隧道靠近。看来自治联盟用光了拿来补充火车能源的东西，不过他们派出更庞大的护卫队，我们最好自己小心点。再等你。继续说。
按照后门开，要开货了。要杀些什么？有什么计划？什么？想瞧瞧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长官，我们在这些残骸中侦测到电流活动，来瞧瞧是什么让他们这么火大，想亲手处理。副官二三四六已连线，系统记录中，启动新盖兹堡防御系统，输入登录密码。哦，我会的，不过是个老旧的联邦副官，什么情报这么重要，值得去把它挖出来。